听说这里有一个水库啊，收费非常的贵，400块钱一个小时。咱们一起去会一会这个老板，问问他为啥这么贵。走了。Hello， 你是老板不？你这怎么收费的？400一小时。这么贵？鱼多，你看。怎么回鱼的？100一条。400一小时，那一个小时钓4条我就上岸了。如果青鱼连杆，那就不是4条的事了。全部加档。先给我来1000块钱的，好像差点30，一会儿再给你啊。走，咱们下杆开杆。现在咱们已经准备好了，先打点窝子，把鱼聚过来。然后呢，咱们坐钓选择用挂两个翠螺，用咱们的野桑川龙大物6米3，试一试口。这个条片嘛也很简单，挑两目，然后挂螺，露出两目来就行。不带是有绳的。看他这青鱼有没有劲儿？现在已经给我计费了1个小时400块钱呢，所以说我的目标1个小时最少要钓4条鱼才能上岸呢，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浮漂到位啊！现在浙江的天气真的是说变就变，刚才还晴着天呢，现在就下起了小雨。看来一会儿我们要雨中作战了。哇塞，有鱼在吃，看到我的漂了吗？终于，哇哇哇塞！哇，真的有劲儿！看到刚才那画面了吧？我直接给它飞上来了，吓死宝宝了！接口哎，好朋友们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因为这是一个水库嘛，这个水库有200多亩，所以说这里面的鱼都非常的有力气。刚才可能我抬杆的时候，哇，有一点用力过大，直接给它飞起来了，太好玩了！一个钩在嘴上，一个钩在尾巴上。呀，进来吧，漂亮！咿呀咿呀咿呀，哈哈哈哈！压低尾，老板入户喽！来，让我们继续啊！我感觉现在已经被我打出口来了，有可能下去就会中鱼的。哇塞，有一条！接口哎，又一个接口，什么鱼？应该还是青鱼。来，哇塞，上来吧，小宝贝儿。现在距离我们上一条鱼10分钟，然后这是我们又中了一条。老板1个小时收400块钱，不过分哦。如果这鱼情的话，哎，来了来了，又是小奶青一尾，漂亮。入超王，哇，这条鱼不小哎，这条鱼应该有10多斤，嘴巴正中央，一动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完了，哎，那你跑不了啊，兄弟，从这儿我也看到你了，哦，第二条，继续啊，几条翻身。三呀，哦，哎呦，我去接口，啊，太刺激了！哇塞，什么鬼？我刚扔下去，哎呀哎呀，哇！哎，不放是有绳，我就不放是有绳的，太过瘾了吧？看到了吗？这鱼要抢我杆子哎！哇塞，我的天哪，太好玩了！来吧来吧，呀！大青鱼一条，还是钓这种大鱼过瘾哎！一条是一条的，一条100块钱呢。趁他不注意，超头哦！大青鱼一尾，看，咦，漂亮！哇啊！不行哎，这个，放是有绳的，这个我的错，不能放。哇，听声音，这么刺激！哇塞！哇啊！不放绳不行哎，不放绳直接给我带跑了，哇塞！咦，又一尾上岸喽！对，超他，漂亮！666，那已经上岸了，来拍照留念，100块到手，老板！哇，漂亮！好累呀，大青连杆是一种什么体验？我在这个水库体验到了。哇，太过瘾了！一大早晨我钓了
现在应该有十多条了。哎，有一条，哇塞，看到我的鱼了吗？老板刚才问我们钓没钓到鱼，我说没钓多少，老板气跑了。哇塞，又一条来了，老弟，噔噔，哈哈哈哈，又一位，今天。好热呀！现在，老铁们又一条，哇！我说这么大劲儿呢，这条鱼也不太大。哇塞，回来！哦，我要用我的洪荒之力给你带回来，飞它！真好看，这个青鱼，今天的第208条，哈哈，逗你们玩呢。今天上岸了，这是第十几条呀？入户吧，13条耶。入户喽，今天上岸了。老铁们，我们的时间到了，现在我们收竿不钓了。老板回鱼来了，我给你发了13张图片，你看到了吧？然后这个网里还有3条，给你看一下，别说我忽悠你啊，一共16条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今天就钓了16条小的，按你说的100块钱一条，回鱼。今天我们1000块钱钓2个半小时，呀，这是多少呀？我靠，老板豪横哎，老板豪横哎，明天继续啊，1600块钱，明天继续，明天我少钓一点，明天我就钓那条最大的5880的，或者是2880的就行。今天唐老板成功上岸带拐弯，喜欢钓鱼的好朋友们，双击加关注哦，赚了600块钱回家了，哈哈哈。走了。